看看新闻网。随着央视纪录频道制作的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热播，牵出了腊肉山水海报涉嫌抄袭广东画家许庆松的作品《凌云带雨》事件。昨日上午，此事圆满解决。央视纪录频道在广州接受中国美协副主席、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、广东画院院长许庆松授权，央视纪录频道可无偿使用其山水画《凌云带雨》。